情留下来，让梦卷走这尘埃，想飘在书香之外，走向美丽的天籁。送给大家，我希望大家喜欢。哥哥吧，我太累了。这首歌好听的是吧？我给你们选的歌都挺好听的，感谢我们山水，谢谢牙哥，谢谢大家飘来的礼物，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么么哒，谢谢。今天我们在罗罗直播间度过情人节的最后两个小时，对不对？你们有情人的，把你们的情人拉着一起来看一看，呵呵，看罗罗给你们表演表演，好不好？给你们祝个信嘛，给大家祝个信。欢迎每一位朋友，有完整的吗？我的直播间的话啊，每次都是给大家跳一段哦，因为我想给大家多跳一点不同风格的。如果说是跳一整首。我的体力就不允许，我的体力有点不是很好，所以说大家要原谅我每次只跳半首歌，好不好？下一支舞给大家跳我们的半胡沙了，换一个不同风格的古典舞啦。然后半胡沙完了以后，大家如果还想看罗罗穿傣族的衣服给大家跳我们傣族风格的，我们就稍安勿躁，我们跳一下别的风格的再跳，好不好？我们给大家跳一个我们的藏族风格的，跳玛尼情歌或者是溜溜的情歌，这两首情歌你们喜欢哪一个？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情人节，我罗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藏族的情人节的情歌，好不好？玛尼情歌和溜溜的情歌公屏直接二选一，玛尼情歌扣一，溜溜的情歌扣二，来公屏扣一下，谢谢各位的参与。正在学傣族风啊，傣族的舞蹈都跳起来让人心情特别的好啊。对，玛尼情歌扣一，溜溜的情歌扣二，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藏族的情歌，可以不？然后大家扣完公屏的，谢谢大家帮主播点点赞吧。对，我直播间都是即兴的，然后会跳一些融合风哦，融合风，谢谢大家帮罗罗点点赞。我们把小赞赞往我们的20万先进军一下，现在已经点到我们的15万了，我们连接走到20万。感谢我们天赋源哥和牙哥，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榜前每一位罗罗来不及去感谢的铁哥铁姐啊，谢谢你们，我都知道你们都懂的是吧？我有的时候跳去了，然后大家的公屏说的一些话还有什么我都来不及回复，但是大家应该都懂罗罗是来不及而不是故意不回复是吧？好，想当罗罗情人在这排队是吧？你们今天都是我的情人，不说吗？今天跟你们过情人节，今天大家都是我的情人啊！我们的姐姐们、姐姐妹妹们，罗罗的啊，哥哥弟弟们，今天对吧？可以不？你们不嫌弃吧？不嫌弃我这个胖胖的情人不？嫌不嫌弃的？每天都有人说我头发丑，说我衣服丑，是不是？今天换了个发型，因为今天去录视频了的，然后录视频的话要把头发都录出来，所以就没有把头发放下来，镜头远一点，我的镜头已经放得特别远了，但它是有那个已经放到我的门那里了啊，再放就放到那个别人家去了，对吧？我的镜头再放就只能放别人家了，那怎么办呢？还得报备了啊。然后
大家刚刚公屏已经扣完了呀，我们的那个马尼琴哥和康定琴哥，谢谢各位。然后头顶上方我们放一个我们的那个荷塘月色和千年等一回啊，一个傣族风和古典舞风，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我是湖北武汉人士，先给大家跳一个半胡沙。半胡沙完了以后这样吧，因为我们经常跳马尼琴歌，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扣二的朋友们也很多，我们就给大家跳一个溜溜的琴歌好不好。马尼琴歌感觉天天在直播间跳，你们再跳你们耳朵就要起茧了，我们跳溜溜的琴歌好不好。先跳一个半胡沙，谢谢各位点点赞吧，我们往20万走一走，往20万走一走，来一首情人节快乐啊！我要是给你唱了这首歌，你们就不快乐了，知道吗？本来很快乐，一唱完啊，大家都不快乐了，所以我今天还是不唱歌了，可以不？为了你们的快乐着想，谢谢大家啊！你怎么都不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呢？啊，就是你们每次都说从来没有看我生气过，我觉得对吧？大家如果是真心为我好的，我觉得像我这么善解人意，你们就是给我提建议，真心为我好的，我应该开心，我不应该生气。然后有一些就是故意想让我生气的，我要是生气那不是圆了他们的梦想吗？我一生气他们反而开心了，我不生气他们才会生气嘛。所以说不管从哪方面讲我都不用生气，是不是啊？谢谢大家，我们半胡沙送给各位了好不好。半胡沙完了就给大家跳我们的溜溜的情歌，溜溜的情歌完了以后头顶上方有一个我们的荷塘月色和千年等一回，大家可以去选择你们想看哪一个好不好。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我们去可以点一个关注，没有给罗罗点关注的啊，谢谢我们晴天哥的大红包，谢谢也谢谢我们榜前的每一位铁哥铁姐。嘴真的说嘴长着不就是说跟吃吗？我吃很厉害，那我说更不能落下了，是不是又能吃又能说才对得起这张嘴呀。来棒呼沙送给你们，我还能跳啊，我还能跳然后问罗罗配饰的姐妹们直接去关注罗罗榜上有一个账号啊，我去跳舞榜五的一杯四夕那个账号会给大家推荐同款是同款化妆品的然后罗罗去跳舞了，管理可以帮我飘一下，因为有很多姐姐妹妹总是问一下小号在哪里好不好，你们帮我飘一下，我先给大家跳半胡沙。耳坠不重不重，这个耳坠明天就在小号给你们上链接。蓝雾粉红霞采竹回家，悠悠风来买一地桑麻，一身袈裟把相思放下。今天换个道具跳这个歌来吧，哀家的年华半胡沙。感谢各位帮罗罗点点赞点点关注，只那副
胡沙送给大家。檀香拂过，玉镯弄清澈。谢谢妖妹啊，谢谢妖妹的最喜欢，谢谢。我今天发型后面有点潦草，我后面这么精心的盘了还潦草了，是我的头发掉下来了，管他呢，算了，凌乱就是美，好不好？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啊，有的时候这凌乱也是设计过的，对吧？啊，谢谢大家，我一直都胖啦，我这不是，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是不是？每天都要提醒这件事情啊，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耳朵大，知道我嘴歪啊，知道我那个能说会道，长得又胖，每天都要提醒我。好，给大家先预告一下后面的吧，我们下一支舞蹈的话给大家跳我们的溜溜的情歌，一首藏族风格的情歌送给直播间的朋友，要祝大家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情人的早一点找到自己的情人，好不好？就从今天开始啊，早一点找到自己的情人。感谢山水，谢谢。我们还是一样的放罗罗啊，连击屏幕往上走一走，我们朝300,000进军，现在已经点到我们的240,000了，我们连击屏幕把小赞赞走到我们的300,000。我今天我只要穿这身衣服就会有点显胖，因为这身衣服会把我身上最多肉的位置露出来，其实我别的位置都还好，我的四肢不是很胖，但是我长肉喜欢长在那个中段，是吧？这个衣服刚好就露中段，就给你们一览无余了，所以就是啊，就解释都解释不了。嗯，不知道小号在哪里的姐姐妹妹们直接关注榜五，榜五的一杯四西是罗罗的生活带货小号，下午的时候会给大家啊直播，有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会播，像我今天这个耳饰，大家如果有喜欢的，明天我会给大家上链接的。吃鱼吃中段，我吃鱼的话它的头和尾巴我都会吃，我不光吃中段，而且别人说吃鱼的话如果吃头和吃尾巴好像更容易聪明，因为吃鱼就可以变聪明嘛，是不是？但是如果我是一道菜的话，我感觉我这中间就是最肥美的位置啊，我所有的肉都长在这一块了，其他都是骨头啊。谢谢大家，我们帮罗罗点一点小赞赞，然后没有给我就是亮一个灯牌的铁哥铁姐，我们回家先帮罗罗亮一个我们粉丝团的灯牌，因为有好多朋友灯牌都熄掉了，我们亮一个灯牌。然后大家如果说觉得罗罗还不错，很有眼缘哦，有很多东西大家看主播是觉得有眼缘，是不是？不一定是主播多么好看，也不一定是这个主播长得不好看啊，大家划走或者是留下一定有你的原因，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缘，来到这里就是缘分。大家可以帮罗罗留一个小小的战榜数据，怎么留战榜数据？点一个啊，点几个小赞赞，或者是帮我啊刷一颗红色的小心心，或者是点个关注，或者是在公屏跟我互动几句话，你们想打啥就打啥都可以，好不好？谢谢大家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对不对？谢谢希望红心啊，你这句话说了好多遍，你刚刚一直在下面说主播真漂亮，谢谢你，我看到了，我只是不好意思去接，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接着像我好像就是特别自恋，谢谢你的喜欢啊，然后很喜欢我的水壶呀，我水壶尽力给大家上链接好不好？好多人都喜欢我的水壶，我这个水壶我平时上课也可以喝它，因为我线下是一位舞蹈老师，很多朋友知道，然后舞蹈老师的话就要不停的说不停的动，所以我平时生活中也会背着大大的水壶，喝着大大的水。看一下水壶，这我只能喝的时候给你们看了，我再喝一口好吧，我再给你们看，搞得我这个号变成营销号了是不是啊？怎么加小号？直接把榜点开，右上角的数字场观人数一点开然后榜五的位置一杯四西啊，罗罗给大家说一下后面的节目吧，我们连击屏幕再往前走一走，我们小赞赞再往上走一走，下一组给大家跳溜溜的情歌，说了给大家来个藏族的情歌，符合今天这个场景，对吧？天时地利又人和啊，再来一首歌更加的 perfect， 然后后面的话就给大家
这首歌完了以后就跳荷塘月色，荷塘月色比千年等一回的票数更高。那我们跳完了以后就跳荷塘月色，这是接下来的两首歌哦。然后后面再跳什么，罗罗回来再问你们好不好，回来再跟大家沟通你们有喜欢的歌。想看水壶的宝宝现在可以看到了啊，我的水壶没去过情人节啊，我不是在过吗，我正在过我今天最重要的情人节的环节，对不对，跟你们在一起啊，这是我的，就是有点不，前段时间的头发好看，这个有点不显年轻，我给你们换着扎嘛，因为所有的发型都有人见仁见智，我前几天的发型有人说不好看，要我把额头露出来，而且你们不觉得我把额头露出来以后就显得我的下巴没有那么的尖了吗，就是人他一定是三庭五眼，他有一个比例在那里的，你像我前段时间把刘海弄下来，你们的注意力观察点就在我的下巴，因为我的额头其实长得比较饱满，但是我把额头露出来你们就不会，你们就会显觉得我的脸型好像会好一点，是不是，大火号现在在呀，在我们榜五的位置，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我们点个关注吧，其实我不属于瓜子脸，我这两边肉还是挺多的啊，两边肉还是蛮多，特别是笑起来，但是我觉得脸上就是要肉多，肉多才不容易长皱纹，肉多才不容易衰老，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减肥而去让自己显得有点显老，对不对，你就是要胖乎乎的才显年轻，我以前学校里面的老师就是只要是状态很好的好多都是比较有点微胖的，是不是就显得很年轻，脸上很饱满。好，大家情人节快乐，给大家来个舞蹈助助兴，给祝大家，对不对，溜溜的情歌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恭喜我们千歌续费会员，头顶上方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我罗罗的福袋，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我们可以先留下一个关注，对吧，你哪天不喜欢了你把我取关嘛，是吧，啊，你现在都看了看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留个小小的关注，我套个小裙子。有量雪域抗敌我的家乡，跑马山上有那亲爱的姑娘，跑马山下呀了和日夜歌唱，美丽的康定人间天堂，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这朵花在为你飘着国妆，穆格斯保佑你吉祥。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溜溜我今天整的这个裙子特别暖和，我感觉就是冬天在直播间穿它我就暖和了，等一下都不脱就这样穿，来吧，溜溜的情歌送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情人节还来到罗罗的直播间来捧场，感谢各位的到来，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没有给罗罗点关注的我们可以先点一个小小的关注，然后觉得罗罗的舞蹈跳得还不错的，长得也比较顺眼啊，声音也不难听的，我们可以啊把我们的小赞赞点一点，然后送一颗红色的小星星，可以不，我的家乡，来吧，看见路的月亮圆又亮，雪域抗敌我的家乡，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跑马山下呀了和日夜歌唱，美丽的抗敌人间天堂，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这朵荷在为你飘着国妆，穆格斯保佑你平安吉祥，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溜溜的小船醒了千万年，溜溜的情人相约多百年，溜溜的爱情流传到永远，
的家乡。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跑马山下呀啦和日夜歌唱，美丽的康定人间天堂，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这朵荷在为你飘着国妆，木格子保佑你平安吉祥。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溜溜的小船，溜溜的情歌送给大家。这个群里面全部是大毛啊，可重了，感觉带着它负重前行啊，可以瘦。感谢我们山水，谢谢山水，感谢支持啊！情人节快乐哈！一首溜溜的情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谢谢我们冲哥，谢谢榜前每一位铁哥铁姐，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露露总不 PK 啊？是的，我不打 PK 啊，在直播间给大家聊天跳舞挺好的，是不是？下一支舞蹈给大家跳啥呢？啊，下一支舞蹈给大家跳，气都接不上来了，还想着下一支，看我这么的敬业，是不是？你们是不是继续帮罗罗点点赞呢？啊，看我如此的敬业，这曲没有罢，下曲马上来。下面一支是那个《荷塘月色》两首，对不对？一首《荷塘月色》，我们又要跳民族舞了，然后后面整个古典舞吧，整个我最近喜欢的新歌。那边好，摸一下啊，哪边是右啊？因为你们说的左右跟我的左右不一样，再加上我本来又是一个左右不分的人，我每天上课的时候左脚往这边，然后他们都说你出的是右脚，每次都是左脚。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驾照吗？就是因为我左右不分啊。然后后面整一个古典舞吧，因为最近有跳一些古典舞的新歌，然后我发现好几首歌大家的反响都还不错，所以我们就给大家跳一个新歌，你们选一选哪一个喜欢好不好。胖了罗罗，我知道我从来都木有瘦，是不是啊？下一支舞蹈跳荷塘月色，然后我们在人间烟火和我们的前段时间跳的那个繁花里面二选一，这两首歌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在人间烟火和繁花里面选，大家扣一下公屏好不好？想看人间烟火的扣一，想看我们的繁花的扣二。对，人间烟火和繁花不止我一个人左右不分啊，你们这样说我就那个了，放心了，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左右不分，我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弱智一样，是不是？如果我说我其他的缺点倒还好，也不算缺点了，我要是跟别人讲我到现在左右不分，别人觉得我连几岁的孩子都不如，像个弱智一样。然后有朋友安慰我，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啊，谢谢你的安慰方式。好，人间烟火扣一，繁花扣二，然后下一支我们跳荷塘月色哈。荷塘月色完了就跳古典舞，古典舞完了再给你们整一个藏族，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安排。今天的藏族的话，我可能会找一个流行曲跳。谢谢大家扣完公屏，帮罗罗往上走到我们的40万赞赞吧。我们往上走到40万，现在是35万。然后大家还是一样的，可以给罗罗把灯牌亮起啊，就是灯牌熄了的铁哥铁姐，我们可以亮个灯牌啊。如果还没有入团的朋友们，没关系，你们可以先点点关注，然后后面常来我直播间做客啊。因为罗罗2个小时，我也不打 PK， 我就给大家唠嗑，然后跟大家聊天，放点你们喜欢的歌，是不是？所以说你后期再来罗罗直播间，如果看得很开心，哎，还觉得比较顺眼，很有眼缘，愿意和我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入团卡，好不好？还可以帮我飘一颗小星星，留一个站榜数据，谢谢各位铁哥铁姐。主播你多重啊？我90多斤啊，92斤。然后问罗罗同款的头发配饰的，直接去关注榜上榜六啊，榜六我有一个生活带货号，因为我知道我家好多都是姐姐妹妹，有很多啊，我们家大部分我可以说是大部分都是姐姐妹妹们，然后大家有很多人喜欢我，并不是觉得我舞蹈跳得多好，其实在整个我们的抖音平台里面，我真的不算舞蹈跳得特别好的，对吧？
但是罗罗其实跳得很开心，我属于很享受这个舞蹈的人，我不是说在里面跳着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什么，我真的不是说是啊我要展示啊我跳得多好啊真厉害，然后大家就啊给我刷礼物啊，看见没有，我不是这种，我是真的是自己享受其中，我跳着就是很享受，然后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你们去跳你们喜欢的歌和我自己能承受的舞蹈的就是数目，所以每天跳十几支，所以我自己是很享受的。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我很享受，他们看着也很开心，所以喜欢我。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我是因为喜欢罗罗的打扮，觉得我的衣品很好，对不对？有很多人跟我说我喜欢你是觉得你的衣品很好，所以说如果说觉得罗罗衣品很好，想跟罗罗用同款的，可以就直接去榜上关注罗罗的生活号啊。我有个生活号不跳舞的，因为有的朋友不爱看我跳舞的话，直接可以去关注榜六，爱看跳舞的就在这个号就行了，因为我那个号不跳舞，你们去问我，总是有人过去问我你今天怎么不跳舞啊，我要不停的解释那个号不跳舞。身高1米64，然后体重是92斤啊，92斤啊。我们连击屏幕马上到40万了，谢谢大家，已经38了啊，我们往上走一走，这个数字不好听，我们走到40万，跳一个荷塘月色胖鱼儿送给大家好不好，一首荷塘月色送给各位，我是湖北武汉人哈。荷塘月色完了就给大家跳你们喜欢看的古典舞，我们就跳人间烟火吧好不好，因为我觉得那首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送给大家，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本来就不胖，我只是显胖啊，我显胖。前一段时光缓缓，生活中不胖，就是在直播间的话显胖，因为我是用的大光圈直播，大光圈的话它会显得人有一个膨胀感。连一下海峡了是吧，我不打 PK 了哦，来吧。大裙子真的是太冗长了，没有给罗罗点关注的我们点一个关注，然后也可以帮罗罗灯牌系了的亮个灯牌，头顶上方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大家可以领取一下罗罗的福袋。在水中央，来吧，水中央。